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耶稣说：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约翰福音13:38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常常给予我们机会去离弃罪恶，回转归向你，就好像你对出卖你的犹大一样。主啊，对不住，虽然我们自以为愿意为你舍命，但有时我们却在言语、思想、行为上出卖和不承认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亦都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过犯。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